心内，感觉人生的沉重，不敢来沉重。凡事好听，不是歹人，我只是爱明白。2016跨年晚会，台北市长柯文哲一曲《拱廊》，不止拍子完全对不上，还严重走音。SOP 狂的柯文哲马上进行检讨。那个，我有写检讨报告了。你检讨报告出来没？有了，有了，自己心里都写好了。唱歌再次出包，大荧幕的电视机就是柯文哲的秘密武器，特地准备大荧幕电视机放在舞台上帮助提词。此外，上回像这样找不到进歌点。不只有乐团会现场伴奏帮忙合唱，就算节奏变换也会有灯光作为现场提示。但是我觉得我的幕僚自己要检讨，就不应该让老板，又要倒霉，不应该让老板这样上去冒险。你老板自己要拖大有什么办法？你不要这样怪人家，没有没有那个小朋友啊，不要，他们讲我一定会听。虽然事后检讨对象是幕僚，再次登场高歌，柯B做了万全准备，硬体软体一应俱全，防止这样的悲剧再次上演。哎。心内感觉人生的沉重，不敢来沉重。凡事好听，不是歹人，我只是爱明白。记者张凯亮、张曼荣新北报道。